我来自台湾，姓刘，叫荣斌，很高兴可以来参加，跟小朋友一起过端午。今年呢是在大陆过的第一个端午，这里的过端午的气息很浓厚，感受到对下一代的传承非常的重视。我们唱这首《龙的传人》，我感触很深，心中有浮现一段话，就是一个中国，一个端午，牵起两岸情。